大家。好，大家听得很开心的时候，跟着一起拍手一下。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大家听得开心的时候上来一起跟着一起跳舞一下。这一首王老师说这首是梅艳芳唱的，不要再让我讲错话了。我讲话可能比较随性一点，看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，开心就好了。谢谢大家。在跟王老师讨论曲目的时候，我们也想说可以多演一下这一类的曲子，大家可能比较常听过。那不过想说，我们还是要演我们自己喜欢的曲子，我们可以表达的更好听给大家。所以我们就各个风格呢，都各选一个曲子。那最后一首曲子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曲子呢，是选自我跟王老师，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呢就认识了，就是我们在维也纳，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。那我们最后一首曲子呢，也是表演我们的故乡，我们小时候的故乡，奥地利的一首歌，出现在 My Fair Lady 里面。中文叫什么？窈窕淑女。我考倒王老师，我自己也被考倒。窈窕淑女，是的，窈窕淑女。窈窕。Fair Lady。
谢谢大家。拍手指。拍手指了，先王老师说我们已经没有谱了。非常好。我都想过要不要再翻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。没有了，我们没有谱了，没有谱了。那就拿个女人，那大家可以。好，第一个举手的可以点我们刚才表演过的曲子，除非没有人记得我们刚才拉的什么曲子。女人，一二三，好，请说。女人花，女人花，哦，这样子女人香就被打败了，我们表演女人花。